现在时间12:35，我已经把这一堂课要写的作业写完了，下午就去练一下明天要考的东西就好了。吃完饭了，我要出门去练琴了。上车，我现在在热车。今天天气还不错，看晴天都没有云诶。我到学校了，今天风有一点大，但太阳蛮刺眼的。现在要上去琴房，我们现在就是一个人一间琴房。进来到琴房了。到家了，然后我刚刚出门前不是收到一个包裹吗？然后它是我在黑五的时候买的两个包，一个是就是两个都是 JW 配的包了，然后一个是Lilian 比较大的这个，然后另外一个是Fay 比较小的，这个是比较小的那一个。叫做费，然后我觉得我刚才看了一下它的那个大小，我觉得它看起来没有很小，但是它其实能塞的量很少，真的不多。因为其实虽然你看它这个是比较厚，但它这边是窄的，所以就是不太能塞太多。像我手机啊比较大台，然后就是放进去之后就是会凸出来这样，但是要硬要盖还是盖得上啊。如果像是你要喝水啊，带水什么的，可能就没办法。然后我的卡跟钱都塞在它这个里面，有个夹层。下一个包叫做 Lilian， 然后我会买黑白两色，因为我觉得这两颜色比较耐看吧，我自己比较喜欢。对，然后这个 Lilian 这个包呢，它里面的容量就比较大，而且它的比较宽，所以它可以直接放进我的手机，然后也可以放一个300cc 的小水壶。如果放水壶的话，我就会把我皮包里面的卡，然后就是插到它里面的夹层。等一下我就要交我今天早上写完的那个作业给老师，然后这堂课就没有什么要交的作业了。